前面稍微往我们用一个半圆形，太多人了，无法入境，来，大家自己找饭吃哦，要露出你的头哦。礼物给大家好不好？好，太好了。但是要送礼物呢，还是一样要考试。我知道大家都很聪明，一定都可以回答出来。所以呢，第一个问题就是，请帮我说出地层下陷会造成哪两种灾害？A 点数到三，一二三。 好，来，后面雨伞的妹妹就是你了。那这边选了哪一位？哪里后面的？还有呢？积水不退，像是什么地？来，有没有？